好，这么多支箭矢在你身上，你也终于疲劳了是吧？60等哎、欸，哇，60等的月月，太好了，我的人生充满了希望。哇，不能在城市里放置。你现在在跟我开玩笑吗？那你我不能放置，我要怎么抓他啦？哎、欸，把他扛走之类的？难道只有我只能这样把他杀掉了吗？算了，把你杀掉好了。干，也太靠北了吧！我有点想把这只野猪放生呢、欸，因为它真的不是很好用。就不要让他主动攻击，主动攻击，我不是设定叫他不要主动攻击吗？哦、啊，温顺的哦，改成温顺的。好，他应该不会主动攻击了。我觉得我们要跑更远才行，不然的话，都在城镇内，他不许允许我放饲料草，那根本连抓都不用抓啊，跟智障一样啊，是吧？你看那边有一只猎狗，哎，结果我什么都抓不到，哎，好失败啊。决定要抓这一只了。等一下，重点，这里可不可以放饲料草？不行。那我来这里到底意义何在呢？你可以告诉我来这里意义何在吗？啊，还是我们要走这里？这都全部都在城镇吗？我们往这边跑看看好了。这什么东西？有一只狼哥在那里啊！这里可不可以放饲料草、啊？我说，这里也是不行。月月，我走了，月月，不要扎我，月月，我不好吃啊，月月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东西发光啊？这什么东西？精英地精，不要咬我啊！那个会发亮的是什么鬼啊？真的是够了！你现在是搞什么东西？去死吧你！哇，我的野猪会升级哎、欸，猪升级了，点负重啊！那不然干嘛？那边又一只月月，超烦的。我们刚刚看到那只闪闪发亮的那只哥布林，好，我看一下可不可以抓它，把它抓走，不会怎样。Hello， 哎、欸，不能抓是吧？把它打死会怎样？精英哥布林、欸，他在跑，他不能抓吗？算了，把它射死好了。射死你，射死你。啊，反正我箭矢多得很，可不可以抓、啊？重点，哇 ！Are you kidding me？ 等一下，月尾兽怎么会在这里？月尾兽怎么会在这啊？不是啊，重点是这边没有办法抓，快抓，快抓了。我恨你，我超恨你的！攻击，攻击你！我的猪会死，我的猪会死，我不想又死啦！啊，离开这里啊！这游戏实在太棒了，这世界真美好啊！哈哈哈！哎，那什么东西？我靠，有蜘蛛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！还来吗？哎、欸，不追了，我装备坏掉了。谁来救我？哎、欸，那边有一只蜘蛛，来抓蜘蛛好了啦。这边可不可以放饲料草？坏掉了，果然最后还是坏掉了。我刚才看到那边有一只 spider。Hello spider， 你在哪里啊？我看见 spider 很生气了哦。我们把 spider 带上来一点好。我靠，这里 spider 真的还蛮多的。来，至少在这个空地，我可以好好的秀你吧。啊，来抓一只蜘蛛也不错啦。不然今天这一集什么东西都没有抓到，我觉得很难过哎。
我看见他过来，他过来了。哎，过来一下啊！就是这里啦，等什么？嘿 ，Spider， Spider， Spider， 还要咬到我吗？我快饿死了。他好像咬到我嘞，是不是？只好抓蜘蛛了，抱歉。他咬到我，他咬到我。我觉得我们要善用，我们要善用回避功能。来啊来啊！卡树大法，哎，他要跑了，他要跑了。这样几只够吗？靠，还是被咬到了。Oh my god！ 怎么那么难啊？红色是对他的损血嘛？嗯哼，还是说不必射这么多只啊？哇，下大雨了，靠腰坏装了，外口没去啊，外口没去啊！哎、欸，我被麻痹嘛，还好没有被麻痹。他的攻击判定真的很磕巴哎、欸，哎。好难过、哦，这样没办法抓、啊，肚子饿了。他这时候肚子饿了、哦。哎，不是吧？我已经几只箭死了。奇怪，我是用铁绳索没有错啊。等级五哎、欸，不要！我不敢相信。倒了，终于倒了！我靠，为了抓他，我坏了一大堆装备。他不是吃腐肉啊？这家伙是吃什么的？他到底吃什么东西？哎，说真的，我不是很了解。然后我好像没有他的图鉴的样子，这是我首次驯服二七。还是你吃苹果啊？还是你吃生肉呢？啊，没关系，我都丢看看。你有吃吗？哎、欸，你有吃哎、欸？你是吃什么？苹果吗？哪里个？我真的不知道吃什么哎、欸。我们来监视一下好了，273131。啊，或许等一下驯服套就可以马上做蜘蛛安了。273131。耐力还是要点一下。下一个，啊，吃肉、哦，哎、欸，抓到了，小淘气，碎啦。那我可不可以抓的安？还是不行。我们要多采集兽皮跟制作安，还有驯养生物，才有办法。依照我们现在的这个进度呢，哪有那个办法、啊？做一只大角鹿安呢，会加多少？看一下、喔、啊，看一下加多少。嗯，还、啊、有做吗？33%。哦，那再做一个野猪安呢？看加多少。然后采兽皮才有办法生，实在是有点麻烦，就代表说要多攻击野生生物才行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还蛮多的、欸，说真的，那多做几个啊？全做了，全部做了，做一做把它丢掉，哈哈，这样我可以马上做蜘蛛安了。然后我的野猪去哪里了？哎、欸，加蛮多的，我说真的，我的野猪在那边。那、啊、我们回家的路怎么走啊？啊，看着城堡走应该就知道了啦，往那边嘛。呵，差一趴。为了你的蜘蛛安，我要寂寞的辛苦。这边，最后一只解决了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已经有这个猎狗安、蜘蛛安，再来什么安？水银安，我没有找到哎、欸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们可以来做了。蜘蛛安在哪里？
猎狗案我们可以下次再做。好，猎狗案要的材料其实非常的简单，蜘蛛案，好，绝对够，来做一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蜘蛛的威力如何。可以的，蜘蛛案这个，耶，终于有蜘蛛案了，太好了。好像有点负重的样子啊！啊，我们这安做太多了吧，丢一丢，太重了。来，上安喽！哎，我就知道会负重，还差真多啊！我们来一个减重术好了，减重术需要多少的材料啊？减重术等级二，法术。哇，需要那个药瓶，哎、欸，我可以做啊，欸、我可以做、欸，哎，做一个，做一个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然后再来做一下减重术，嗯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要铁矿石 ，Oh my， 我没有铁矿石。太好了，铜矿石倒是有吧？那我们可以做初级的。靠，也没了，我人生真的是非常的棒啊！人生写照，太好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该怎么办呢？啊，副总了，这样子我不能骑蜘蛛鞍哎、欸，好想哭哦，这个骨头太重了啦。还有什么很重的丢一下？好，这个也很重，来上岸喽！还是不能动，我能说什么呢？要把什么丢了？肉丢掉。还有什么丢一丢？木头不行啊，骨头要留着啊，骨头很重要啊。哎、欸，表哥这时候给我卡住啊，在卡屁啊！看多少负重了，171，可以了啦。来上来喽，哇，走路超慢的。哪时候升级让我点一下啊？升级升太慢了吧？快点，那一只让我咬一下，这边一只让我咬一下，有咬到咬到，别跑啊！这小淘气，解决解决了，有没有升级？没有，没升级。一如往常一样87，看来我只能这么做了，叫他跟随我，指令攻击嘛，我们可以指令攻击，叫他攻击某个蜘蛛之类的，某个敌人之类的。你看这边有一只羊，来攻击他，冲啊，咬死他！碎。靠北林也捉过去，我靠，全部都过去是怎样啊？好，偷个回来，我只叫蜘蛛你们，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形？太好笑了吧？看，这个指令是全体，不是单体的、啊。哼，你离开了城镇，全部都给我上来！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我只好想要玩一款游戏而已。你们这样把我弄得那么辛苦，我觉得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野猪到底要不要上来啊？这野猪是北七吗？全体待命啊！我们直接把那只野猪牵过来了。干，87倒有剩呢、欸。来，87猪，说你不87才有鬼嘞！来吧。好啦，
我们现在也这个蜘蛛可以跑了啊！妈呀，哦哦，跑超快，跑超快！啊，可以咬树，可是什么都没给啊。右键有什么？没什么屁用。所以说呢，它的功能就是骑骑，然后可以给人家中毒是吧？烧卡哇伊蜘蛛有冒油啊！咬它，咬它，一咬！哎呀，解决得了，解决得了！啊，把它咬掉了。哦，我说真的，我不知道蜘蛛的功用是什么啦。哦，总而言之就是，它是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蜘蛛有什么功用呢？唔知，不要问我，卖闷，我什么都唔知。啊，丢一丢，太重了，好吧，算了，我们先走回家好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帝都狼，看见了没有？很恐怖的蜘蛛。好吧，我觉得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。OK， 这是我们的蜘蛛齁，我们首次抓的这个昆虫生物就是一只大蜘蛛。好，个人觉得长得蛮酷炫的，而且有点恶心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黑暗与光明再见了，拜拜。